知天文，下知地理，我是戴立刚，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灵异事的索贿风暴牵扯出中钢还有中钢的子公司之间的庞大的利益关系。在中钢呢，一年可是有5000亿的利润，而这5000亿的利润当中呢，还包含了它的炉石、炉渣这些废料部分的一些的产值。而这个产值呢，在以前的时候，94年前呢，中钢是属于中公开招标来做处理这些炉石跟炉渣，但是呢，在94年之后呢，由这地永公司跟另外的3家公司呢私底下协商，因为呢这个炉石跟炉渣中间啊有非常庞大的一样产值在那边，可以点石成金了。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来宾一起来探讨这点石成金的重要的因素在哪里，还有其中的获利部分，为什么地永公司这次陈启祥会这么样的在意这件事情。第一位，资深媒体人江中博。立刚，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立刚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国安。立刚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立刚好，各位观众晚安。还有资深媒体人康仁俊。立刚，各位晚安。中钢一年的产值高达5000亿，其中呢，在炼钢的过程中有许多的下脚料，而这些下脚料可以点石成金，让人觊觎。中博，为什么这些下脚料有这么高的价值，让这么多人抢着会要？哇，最近很流行肥羊两个字哈，哇，什么科技大佬是女人心中的肥羊？对，那什么是立委心中的肥羊？中钢，国营事业。我先不去讲哦，它的这个采购以及钢材的分配，我先不去讲，我就光说你们眼中的垃圾啦，下脚料啊，下脚料不是都是炼钢以后剩下来的一些废渣吗？就讲这 AKI 米件啊，值钱呐。来，我们讲第一个脱硫渣啊，脱硫渣就是让什么陈启祥这十几年来赚大钱的东西。嗯，脱硫渣，嗯，中钢他把这个脱了硫了之后的这些浮在上面的渣，卖给了这些公司，对，然后他们呢就去筛什么呢？筛显这个东西出来，而显这是什么呢？我们讲白话点，生铁啦，有没有？但是你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就会有很多的什么废的尾沙，就像我们画面中看到这些东西，就乱丢，就乱丢哦，乱丢污染了。他不花钱去买的，可是他筛出来的这些东西卖给日本啊，卖给需要的国家，你知道吗？当地就有人讲，我说哇，以前哦越早做。撸渣就是撸碳集，他是说像有一个哦姓李的李董啊，哦，光做这个，以前一起 Q 笨手哎，阿金骂嘞，易来易去的，也财产是易来易去的，好，脱硫渣各位观众朋友了解了哈，对，但是八八风灾之后脱硫渣不是那么好赚，还有环保的问题，来，中联。中钢的子公司中联，一个叫炉石着石料，一个叫炉下着石料，这两个东西反正都是一样，就像我们立刚兄讲的，就都是炉渣啦，成分不同而已，但是也赚，也赚哦。像中联，那陈启祥不是抱怨吗？哎，委员啊，秘书长啊，啊你不要每次都把炉石着石料好的都被中联拿走啊，留一点好的给我们吧。你就知道炉石着石料原来还有分好坏嘞。炉下着石料也是一样。他也是抱怨啊，哎呀，中药公司不要再透过这间了啦，好不好？以后直接跟中联拿，好不好？这两个东西都可以提炼出所谓的钢铁，然后再把这些钢铁拿去卖。来，我们看一下，所以它的产值一年会高达100亿的產值。这三样东西，自从有人知道如何去分离出来之后呢，这些人光把这些提炼卖给别人就可以赚这个。那所以立委他们中当中分配额有多少？100亿哦，我就说分个3%好不好？也有3亿啊，3%。我说就分个3%好不好？来，一般的立委哦，一季可以拿到500吨。我们讲哦，这些东西一年大概下脚料一年可以拿到500吨，这是一般的立委他可以分配到的，没错量。我就以脱硫渣为例，中钢一年大概就有36万吨呐。中钢一年36万吨，那一季呢除以4嘛，那就是9万吨，一个月36万吨。对，啊，不是一年36万，一年36万，那。一季就是9万吨嘛，一季9万吨，大家来分啊，反正这是笨手嘛，对我中钢来讲是笨手嘛，大家来分啊，好，来，你哈一般的立委，你一季就是500吨 ，OK， 9万吨扣掉你这500吨没关系，我还有8万多，还有分配名额，执政党重量级立委，好，比方说干哥哈，他就拿3000吨啊，你没看，弄那么胖，对不对？3000吨，对不对？那部长级的呢，10000吨以上哎。那这每一吨业者可以赚多少？我先不提。但是假设你是赚，我就是要抽，
我就抽那个趴数，再去乘以一万吨，或是乘以三千吨，或是乘以五百吨。我当初选立委开机，都看灯来呀、啊。对，所以呢，这个下脚料当中，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金钱的含义在里面。鸡粪如果不值钱的时候呢，这鸡大便没人要。但是呢，如果鸡粪值钱的时候，鸡不可以随便乱大便。中钢的下脚料在这当中，它的金额产值有这么高。国安，下脚料到底要怎么来赚呢？你知道，义刚，下脚料这个东西呢，它一年可以帮中钢它所这个衍生出来价值是多少？你知道吗？有多少？它包括了这个所谓的炉渣，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脱硫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全部的衍生出来，这是之前中钢董事长林文渊跟大家讲的，足足有100亿元这么多，100亿新台币。光下脚料就，光是下脚料所衍生的商机，就是有100亿新台币这么多。所以刚刚您说的很对，这个鸡如果呢，这个鸡大便它如果是不值钱的，那鸡到处乱大便可能没有人管。可是如果这个鸡大便呢，它是值钱的，哇，那不得了，鸡不能乱大便，今天来我家大便、啊，就对，今天来我家大便好了。对，这个巴不得这个鸡大便全部都在我身上，对不对？然后拿去当黄金来卖。对，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当然，中钢呢，它这个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中钢是提出了一个新闻的一个澄清哦，他说其实呢，在这个下脚料的部分呢，中钢是说，那么扣掉了一些这个运输的成本啦，还有这个金属筛选的成本呢。那么还包括了这个尾渣处理的成本，还有管理的一些成本哦。尾渣处理的成本，就我刚才讲的，就是乱倒。对对对，就是如果你这个倒被环保局罚了，这样也会有一些问题。这些成本扣掉了，他们认为说，哎，其实获利是有限的。但是呢，其实你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到哈，其实呢，中钢每年呢释出的是36万吨的下脚料，那么他会把这些脱硫渣还有这些下脚料呢分给地勇公司、台协公司跟大地量这三间公司。那么由于这三间公司大家都知道，每一间能够处理中钢他这个下脚料的公司呢，其实背后呢都有被。背景都蛮硬的啦，对对对，要有背景才有办法去拿到这些，对对，多多少少嘛，对不对？要靠人家这个这边打通关节，那边又怎么样，所以才能够哎让这三家拿到这个合约。但是这三家拿到这个合约呢，大家也看到中钢是平均来分配的，我一家就是12万吨，对，一家就是12万吨。那么以中钢的算法来看哦，大家可以看到这650元呢是卖这个提炼出来这个咸铁哦，咸铁扣掉这个营运成本之后，它每一吨会净赚650元。那么净赚650元，每一吨现在的利润是净赚650元，对，然后大概呢乘以每一家，它是12万吨的一个每年的一个配额，所以它一年呢它的营业额就是7800万新台币。但是呢我们可以扣一下，比如说7800万，扣掉了这个陈景祥那给这个林义士的6300万，那么他一年呢，可能只赚到1500万。不过我要先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哦，这个呢其实所谓的7800万，它是这个一年所谓的这个营业额，所以其实要这个是要乘以5的，这6300万呢是他一次给清的，他一次给清其实就是5年，所以事实上呢这个数字还要再高过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1500万啦，这是这个数字。但是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民间的说法，因为呢我们所谓提炼出来的咸铁，也就是这些废料所提炼出来的咸铁呢，它在这个民间来讲哦，比所谓的回收的废钢料还要值钱。那么因此大家也看到，这12700元是民间的利润。那每一吨可以赚这么多呢？乘以12万吨，事实上呢，每一年地勇公司或是其他两家都可以至少有15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来。它的产值足足差了100倍，足足差了100倍。对，那我再跟各位报告，全世界哦，其实进口这咸铁出口量，就提炼好的咸铁出口量最多的国家是巴西。那么国际的咸铁事实上价格非常高，因为在之前可能有一些这个波动的时候，最高的记录呢，曾经卖逼近500美元。一吨利润高到一吨卖500美元，大家可以看到，那一吨其实在中钢的算法来讲的话，其实咸铁还算保守了。对，咸铁卖出去一吨大概是4000块，4000块台币，大概才100多块美金。所以其实呢，跟国际上的价格来讲，台湾自己来提炼的，事实上比国际的便宜的至少有4倍以上的价格。所以说，你说这三家公司怎么可能不赚呢？所以卖到国外去，它的价值反而还更高。对对对，在这么高的下脚料的利润当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地勇公司陈启祥，他费尽心思一定要拿到合约，因为获利太高了。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陈启祥他在媒体拍摄到的时候，都穿了一件斜纹衫，而这件斜纹衫暗藏了什么玄机呢？我们来看一下。话说狡兔有三窟，巧合的是陈启祥也有三个住处。那天我们接到三天，
龙山街吗？还是龙山街？陈启祥的三个家，老家在嘉义的六角乡，第二个家在凤山五甲发基前的公寓。在六年前，大发工业区的厂房盖好后，陈启祥的三窟让人搞不清楚他到底回到哪个家。有人要甲啰嗦，还是惊人对，啊，还是做歹代志，厝内代志唔敢回，唔敢困。你敢车来有台人用厝弄门，你才看下去。陈启祥不止狡兔有三窟，眼尖的人也发现陈启祥在中钢被拍的照片，穿的是横条纹的上衣。躲在台北饭店遭到逮捕时，穿的也是横条纹的衣服。知情人士表示，主要是掩饰他身上的录音笔。我唯熟悉到这拢是条纹，我两个见面哦，见面不下十次吧，拢种条纹，拢条纹。离世爆出索贿后，高雄地方政界开始紧张。据传部分的高雄市议员也收过陈启祥给的钱，就怕他身上携带录音笔的证据给曝了光。陈启祥穿着斜纹衫，他的目的是要隐藏那支录音笔。华干啊，陈启祥这个人啊，他其实还真的是颇有心机哦。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天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当时他把资料已经交给了一周刊，准备已经见报登出来的同时，他就已经往北走了，走了，哎，往北走了，对不对？对，他说所有人都找不到他，跑到了爱美酒店了。所以他还就是说他已经想到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检警啊、记者啊一头拉骨人马去追的时候，当然是找他的住处，对不对？对。可是狡兔有三窟，可以想得到他的计划多缜密。其实他的老家在嘉义的拉卡六角，然后呢，他后来因为这么多年做生意的关系，搬到了凤山的五甲。那最后他现在大概的落脚的地方是高雄大发，他就在大发的附近，所以这三窟找了半天，检警查了半天查不到，哦，原来人在爱美六星级大酒店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个性跟他的行事风格。再来，他在中钢被拍到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个，他都是穿条纹式、斜纹式的这种 polo 衫，然后他被抓的时候、被逮捕的时候也是穿这样的衣服。对，大家注意哈，这是横条的，对不对？横条你会往哪里看？通常我们来讲说，胖的人他要穿直的，哦，然后瘦的人他可以穿横的。他穿这样子的横条衫，放了一支录音笔的时候，在这边的时候，你的视觉会被打乱，了解那意思吗？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障眼法，这是很好的障眼法，使人不能够察觉。我们昨天有讲过录音笔的长相，那他这样子摆的话，是不容易发现这不是一支笔，而是一支录音笔。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是只有跟林义士有这样子的勾勾敌，他还有跟高雄地方上的一些委员、民意代表也有这样的过从甚密的关系。今嘛就加皮皮刷皮皮刷，所以还有许多人在皮皮刷在那边，许多人在想说，希望吗？哦，就希望吗？所以现在这真的是政坛上一个还没有引爆的炸弹。所以这个炸弹可能还没有引爆，还有一些你这样看发展性。对，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还要再提到说，他这个人的个性啊，就是说他会做这样的关键录音哦。坦白讲，他是一夜沧桑史。怎么讲一夜沧桑史？因为他16岁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完全白手起家。白手起家，他当什么你知道？高雄港的码头工人，那个从苦力开始干起，也就是说他是苦出身的，他是真的是苦干出身的，16岁起家，刚刚仲博讲很清楚，那个废炉渣哈，就是下脚料啊，对，在撸渣者撸坦呐，民国60几年的时候，他已经上亿了，他就上亿身家了，你知道吗？他那时候60几年他就已经亿来亿去了，亿来亿去做股票，还有 VIP。你知道我们 VIP 后，我们长大以后才知道 VIP。对不起，他民国60几年，他已经有 VIP。那个年代的 VIP 真的是只差没有鱼翅可以吃啊！我讲句实在话。那后来呢，他在真正就是说，白手起家赚大钱之后，每天也是跟我们，就是说我们跟我们开玩笑说用鱼翅漱口是真的。可是他因为爱赌，他曾经倒过，挥霍掉了，挥霍掉了。他倒过，他有时候他倒到哈，真的身上拿出来只剩下几百块，
当时他去跟很多人借不到，跟亲友借不到，所以他就发誓他一定要重新站起来。所以今天在这就是说，你今天看他今天会做事情用这么极端的态度，其实跟他以前曾经受过的苦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大起过，然而他也大落过，所以到最后200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他那时候就知道了，他一定要找一个重量级的靠山。对，谁是靠山呢？多方打听，可他不认识林益士，他知道林益士是他的锁定的对象，他认识他，可是他没有办法认识他。后来呢，是靠谁？后来是靠他亲家的七舅哦，帮他介绍了谁？介绍林益士在湖内乡的大庄脚郭仁才，是这样才认识的。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插曲是什么？就是说，在2年前的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因为他要维持中钢的料，以及让环保局不要来找麻烦，对不对？啊，我开三四十吧，局子啊，给我见一面好不好？就是说他见市长一面，那市长就看了半天。我们菊姐也很聪明啊，说到底是为什么事情？后来想一想说啊，没，所以局子啊，无栽雷。你知道哦，对，好在没有见他，所以不然就不然现在局子啊，你不是爱皮皮喘啊？对，所以呢，他在当时陈启祥呢，他的这些的下脚料的废料，他还要买通环保单位，甚至呢，想要对高雄市长来下一些动手脚。中博，这陈启祥他当时跟他女朋友陈彩梅两个人呐、啊，带着录音笔，让这林益士所有的整个过程当中全都已经录音下来了。他整个的流程跟做法，好像一个专业的办案人员，心思也是非常的细密。陈启祥他这次让林益士真的栽嘞。陈启祥啊，刚刚华干提到吃鱼翅的人呢，常常为了自己的辛苦去汉来饭店，自己一个人去吃鱼翅哎。自己一个人，为了这个人，他是不信任别人，做什么事都一个人啊！但这次你要去录人家的音，你就没办法一个人，所以就带着自己的老相好陈彩梅，然后呢就去林益士他家了，而且分两次。我跟高爱志朋友讲，为什么要分两次？其实本来去一次就够了，反正我该套的话呢，就把它套出来就好了。结果回去一听，套的不够，所以才有第二次了。所以第二次去，其实目的是要去再去套。好，那我们先来分析第一次哈。这个时候，陈启祥带着陈彩梅去。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陈彩梅在这个所谓的电话译文，我们大家都看到啊，录音译文都看到了哈。陈彩梅，你明明是去跟人家谈8300万，怎么还不给的事？可是你怎么老是要去提2年前6300万这件事呢？你无非就是要让什么？到时候检调单位能够清楚知道，应有录下来，前年有拿到钱。对，而且呢，只要林益士有提到，就是说对6300万的时候，陈彩梅都还会说对6300万，就是再附送一次哈。但是更恐怖的就是在第二次回去听，觉得录的还不够，所以呢，3月10号再去他家一次。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我们去人家家拜访，你会？进人家家门第一句话就讲今天是3月10号星期六吗？哪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陈彩梅做这样的事情，其心可恶吧。今天是3月10号礼拜六，他讲完毕之后，为了怕这个日期可能声音不是很清楚，陈启祥还在旁边补一句拜啦，对吧？用台语讲，好了，接下来他跟林益士的对话，他们对话的那种方式仿佛就像是办案的人一样，我真觉得他们的技巧不输警察跟检察官。套话来了，你看看，我顶盖提予你迄6300万，我爸爸无甲你讲声啊，对不？对啊，啊你我是要甲你做决定一个总经理尔，对不？我嘛甲你讲的足清楚的，对不？啊，恁盖提迄6300万，我嘛表个足辛苦的。啊，你即盖你阁爱8300万，我实在是唔堪呐。啊，你到底是要安怎啦？好，观众朋友，为什么陈启祥要故意再提示6300万？他就是要让检察官知道林益士有拿6300万嘛，还讲两遍，这边一遍，这边一遍，是不是？然后再来哦，还故意要去问8300万，我唔堪啊！啊，你要安怎分？你要安怎分？对不？然后林益士才会讲出什么3323。对，你全部都中计了啦。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他已经开麦了。我来开始当导演。你变成了演员，对，我就是要收你的证。唯一的瑕疵就是录音笔的品质没有很好，让我们大家都听得很辛苦。但是细部的部分都已经录到了。高阿翔把林益士所有的整个过程全部都经由录音而录下来。林益士的大起跟大落跟彭爱家有关吗？广告回来告诉你。